我执意娶你，不是为了你。 你所做的一切，也都是为了他。很意外吗？你在乎吗？他从来不会让我觉得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患得患失的梦。他也让我明白，我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。你呢？算了。 你若不在乎，你又为何要阻我？我不在乎你，却在乎他。你偷不偷地令，墨家造不造反，我根本懒得理你。我大可以高高兴兴地成全你嫁入后宫，可他还在。有时我难免恍惚，下意识将你当成他，是我的错。 我以后定会牢记，你不是他。等到将你们分开，你就算浪上凌霄，也与我无关。可现在，你若是再做半点陷他于危险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再纵容你。等一下，如果方才…… 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你又为何要授我以柄？难道你不怕我揭发你吗？在你看来，我们不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吗？都有把柄在彼此手中，这样不好吗？